就笑得开心了哈，哇，来大家一起来比个赞好不好？比个手势嘛哈，大家一起来比个赞。今天很开心哦，因为现场好多的朋友们都来到了我们的现场，继我们的 A 区志宏池，我们今天呢也跑这个 B 区志宏池也正式完工启用了，而且当然像是我们的 CDEF， 我们各级别的也会陆续开始来进。请此来主持我们体育跑系我们 B 区志宏池的一个完工启用典礼。接下来呢，要为大家来介绍我们的副市长刘世芳，刘副市长，欢迎副市长。继续呢，为大家介绍呢是我们的吴鸿谋副市长，欢迎吴副市长。接下来呢，还要为大家来介绍呢，我们也要非常感谢的就是水利署我们副署长王瑞德，王副署长，欢迎。还有我们第六河川局的局长蔡宗宪，蔡局长，欢迎您，谢谢您。以及呢，我们辛苦了哈，也是活动的主办单位，我们水利局局长李贤义，李局长，欢迎。然后非常感谢的是我们殡仪局局长黄建东，黄局长。各位当然也要特别感谢员，欢迎欢迎。继续为大家介绍了在我们地方上非常努力认真怕表的哈，也就是我们的翁瑞珠市议员，欢迎欢迎翁议员，欢迎。接下来这位议员呢，帅哥型了哈，我们的陈正文市议员，欢迎陈议员，欢迎。另外呢，我们要非常感谢就是我们的市员参选人高敏玲，高参选人哈，欢迎您来，谢谢您。今天呢，我们几位议员其实都很早就到我们现场哦，都分别的跟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啊来做一个致意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欢迎的呢这一位呢也是哈，哎，每一次我们来到冈山哦，就会非常高兴看到他，因为他总是笑容满面的。我们要来欢迎的是我们冈山区的区长袁德明，袁区长，欢迎区长，谢谢您。还有呢，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桥头区的区长许崇明，许区长，欢迎。另外呢，我们要非常感谢是我们高雄市警察局冈山分局的分局长陈德元，陈分局长，欢迎，也非常。信义里里长石秀霞，石里长，欢迎您。还有我们冈山区忠孝里里长屈竹林，屈里长，欢迎。以及冈山区三河里里长陈泰龙，陈里长，欢迎。哎，里长，好，欢迎。另外我们和平里的李罗淑珍里长，欢迎。也是刚刚一到场就非常关心我们市长哈，让我们市长一坐这边可能也比较凉的哈。好，然后特别感谢欢迎的是我们的市政顾问李周正，李顾问，欢迎。还有我们刘作社区发展协会，噶咱所有大冈山桥头所有的咱这乡亲士大，恭恭喜，今仔日咱的李志宏池42公顷完成。会使讲解决电波区，包括咱的冈山地区、桥仔头地区，大多数饮水的问题。我想，这对咱所有乡亲是大，是一个足重要的大代志。啊，首先伫遮，市政府爱足感谢咱的水利署，哦，水利署王副署长，请你甲杨署长讲，努力多谢。感谢中央伫这个部分，甲中央地方合作，咱水利署对咱高雄市饮水的问题，甲咱足斗三工，帮忙足济。安尼，我伫遮甲咱副署长讲多谢，啊，请伊转去一定爱甲杨署长说谢谢。啊，今仔日咱的第六号川局啊，蔡局长也伫遮。可以跟你说很谢谢，很多谢。哦，
咱今仔日要解决饮水的问题，哦，中央地方互相的合作，哦，啊，我想咱地方对市政府的帮忙，足感谢。我想除了伫遮，我嘛爱伫遮公开讲，咱高雄市议会，咱的刘淑美议员、王水珠议员、陈正文议员，感谢咱的议员的机会。大力支持，哦，足感谢。